游学修早年同苏丽珊分手之后，感情未有着落。不过佢对女神好似情有独钟，最近就火速踏着有气质女神之称嘅网络红人曾乐彤，两个人仲打得火热，喺太子嘅唐楼同居。呢一日下昼时分，一身街坊装踢住拖嘅游学修同曾乐彤就双双步出唐楼，两个人全程好甜蜜蜜咁手拖手，边行边倾偈，及后再去到一间面店嗰度依肚，又唔介意搭晒台咁样，食咗半个钟左右就埋单离开，再行下啲碟铺啊，最终咧就翻咗屋企。去到第二日，佢哋又外出拍拖啦，继续表现恩爱，十指紧扣咁喺附近嘅茶餐厅揾食。期间见到记者，哈，游学修拍拖断正，个样呆滞到，喺侧边嘅曾乐彤都唔弱，吓到花容失色，即刻遮晒面，又拉低帽又剩咁样。男仔见到梗系要护花啦，双手合十向记者示就唔好再影相啦。跟住佢哋就入咗餐厅嗰度食嘢啦，哈！原来食食下嘢，曾乐彤就喺后门闪人，而游学修离开阵时就向记者表示，女友因为冇化妆，所以唔想影相。讲完之后，佢就翻屋企啦。